据香港媒体报道，还有五天就是天王郭富城和方圆的结婚周年。方圆早前自曝会不设防，全力追生儿子，为国家继后相登。如此会做人，难怪获郭富城疼爱。近日，郭富城便提早在结婚周年前送惊喜给老婆。日前，方圆在社交网站大秀抱着一束玫瑰花的美照，并配文 Surprise， 吃饭居然收到了这么美丽的花，谢谢我们的 CEO， 我最爱的粉色。方圆虽然没说 CEO 是谁，但网友都猜测是郭富城送的，十分甜蜜。不过方圆所指的 CEO 其实是郭富城的经纪人小美，小美是公司 CEO， 所以大家都会以 CEO 称呼。照片中方圆画着精致的妆容，留着披肩长直发，女神范儿十足。方圆怀里的超大束玫瑰也开得娇艳欲滴。也有眼尖网友发现方圆捧花的打扮和她两日前晒的照片发型一样，估计这束花是同一天送的。